在我的跨界概念，我觉得就是要先被古典音乐玩个彻底，然后才能反玩音乐。自己其实从4岁开始学音乐，那我回到台湾也10年了，我就觉得对于这个跨界跨领域好的一个探索，其实我自己也是花了，我总觉得这张专辑讲这个10年磨一剑啊，哈，对，应该是说集合了我所有的一些表演艺术。这张专辑因为隔了5年嘛，对，我觉得刚好我也是一个转变，心情的转捩点，就我觉得在出专辑之前，就是我在写歌之前，这次专辑跟我清理东西很有关系，就是什么东西该丢，什么东西要留下来。那时候我发生了什么事，就里面有记录很多我成长的过程。